最近有位港男在社交平台分享他的独特车仔面点菜方法，跟一般人加餸不同，他反而选择只是点正餸，一口气点了十种食材，餐饭最终结账104元。个男人在贴文直言满足到不得了，引嚟网民讨论。部分人认为餐饭是不是值都是其次，最重要是吃得开心。